吧。把茄子切成短节，花成两半。放入清水中，放白醋泡几分钟，以免氧化。这时准备一下料汁，大蒜切碎，切一点小葱白，两颗小米辣，淋上热油激发香味，放盐、生抽、醋、芝麻油、白糖、花椒粉，水烧开，把茄子皮朝上放，这样蒸出来的颜色更好看，更鲜亮。大火蒸五分钟，关火再焖两分钟就好了。晾凉，撕成小块。小葱，倒上料汁，拌匀就好了。